箱子内装着一包包白色粉末，全部都是可制成 K-Tamin 的毒品原料，总共23箱，市价超过15亿。刑事局去年底侦破史上最大宗的空运走私毒品原料。深入追查后，发现毒品金主、货物联络人利用夜间仓储区忙碌运输之际，以内神通外鬼的手法掩护毒品顺利通关，再企图不法贩售牟利。那专业小组发现毒品的金主还有联络人利用空储夜间忙于运输之际，结合仓储业者、报关行还有物流业者，以内神通外鬼的方式掩护毒品顺利通关。那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，于今年发动数波的查缉行动，总共查获主嫌运毒司机、报关行还有物流业者、仓储业者等22名，查获现金519万元，那有一些犯罪的工具。那全案于今年的7月26日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，那发觉了这该最大宗的空运走私集团，净化社会治安。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，兵分19路展开搜查，逮捕主嫌等22人到案，查扣519万元、手机15支等赃证物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，全案于7月底宣布顺利侦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